OK。好。郡里分队于7月15日下午13:46接获指挥中心派遣，于台61线与西滨桥下与39路口有车祸事故，救护车前往现场，发现患者为一男一女，其中男性伤者年约30多岁，疑似小腿骨折，无法排除颈椎伤害。救护人员立即给予颈圈长背板抽吸式腹部固定之后，与李仲和救护车一同将另一名女性伤者送往李仲和医院检查。